有啲人都想問話內銀會唔會相對叫做穩陣啲咧？啊，聽先蝦啊，就想問1658郵儲銀行，佢話跌市入面呢個係咪都相對會係穩陣嘅選擇咧？咁樣前景可唔可以睇好？是穩陣啲嘅，但係所謂呢啲，你要記住，而家喺呢個市況上面穩陣啲嘅選擇，佢跌起上嚟跌得叫做相對地比較少，佢同歐洲嘅銀行比較起上嚟會跌得比較少，但係一樣講緊。在年初至今升那麼多，如果內地的經濟前景上面大家都是擔心環球經濟增長都是放緩，喂，內地可能會好一點，不是逆市上升咯，只不過就是說會跌得比較少，所以如果你這一刻你去買郵儲行可以用6元來做止蝕，但是目的就是說市如果再插下去的時候我用6元來止蝕，我跑贏了市，因為市已經跌了兩成多左右，或者跌一成左右，即是分別就會類似是這樣，但是問題就是市現在跌得那麼急，郵儲行未跌過，短線驚啲咩？咪有機會追跌咯。咁所以你冇理由呢啲位置突然間衝個頭埋去噶啦。咁我覺得郵儲行係一隻我睇好嘅股份嚟嘅，但唔係今日先睇好啊嘛。個問題係，我覺得呢啲位置就係講緊你有貨嘅，仲唔食股？咁係咪要等佢落翻去嘅時候，跟住先至講？哎呀，我唔記得高位食股。所以我主張呢啲係以減持為主，但唔代表差嘅。六蚊呢啲位置預料有個支持喺度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買嘅話，都等佢接近去到六蚊邊啲位置先出手咯。咁另外一隻內銀咧，阿 J 佢就有貨嘅嚇，就五蚊，佢就想問可唔可以溝喎？咁如果頭先你講係咪真係依家都唔好喐住咧？佢係咁，你如果溝貨嘅話，咁你咪真係增加緊自己個風險咯。即係你講緊嫌自己，通常你要即係你要溝貨，通常一係離唔開就係講緊啊，你講緊工商銀行係咪啊？如果你講工商銀行嘅話，咁冇必要溝貨啊。你已經係跑贏緊個市，跑贏緊個市個意味住啲咩？跌得比較少咁解嘅啫。你一加注就係講緊增加自己個風險，溝得唔夠平咯。有冇必要咁樣溝？同埋溝完之後你可以有幾大幫助先？你溝完之後，如果你可以好敏捷咁地，一彈到上去平手走，咁冇話唔得嘅。但係呢啲你要諗下喎，你做呢啲短線部署要跟個市跟得好貼，突然間局勢轉差，開始懟落去嘅時候，跟住仲要瞓醒第二日，我揭開新聞上面先講。局勢轉差，談判決裂，跟住啲嘢再跌落嚟嘅時候，你先識止蝕嘅話，咁就唔主張做呢啲動作。所以任何部署，首先要衡量翻自己個風險承受能力先。如果喺呢啲市況上面，我都唔能夠太過貼市嘅話，咁工行可以點做啦？定一個止蝕位俾自己啦。大約都係講緊近期嗰啲低位，我會主張可能講緊大約4.5都穿埋，就要諗走一走嘅。